长公主，广宁王大事不好了，百姓要把你们抓起来，为太后报仇。那你就让这帮贱民冲进来，本王就在这里，来抓我呀！萧雨，把他们拿下！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归顺朕，朕可以今晚不救，放你们一条生路。 谢谢你救了我。你终于打赢这场仗了。你就不担心，也不害怕我会把这件事情搞砸吗？也怕，但我知道这件事情非你莫属。太后说的话是假的，我知道，你也知道。我真的无法将假话变成真话。我不想再看见天下再起战乱，却毫无办法。 你的话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会传遍天下。现在他们已经臭名昭著了，还会有谁站在他们那边？你答应过要跟严宽论战，结果临阵脱逃，你看朕急得团团转，是不是心中甚是窃喜啊？皇上，魏大元帅认为这个计谋只有在臣妾不知情的情况下才可以发挥到最佳。 臣妾曾经也怪罪过他，只不过不得不承认，这个激将法确实激起了臣妾的斗志。魏大元帅顶着皇上的盛怒，宁愿被皇上责骂，他也要帮皇上解困。这难道还不能够证明他的忠心耿耿吗？好你个魏国，你是把朕也算到了你的棋局里面去了。朕就看在你力挽狂澜的份上。 就不和你计较这些了，魏国，你的英勇神武跟你爹一样，你的懦弱也跟你爹一样。你明明喜欢叶凝芝，却眼睁睁地看着。 他被那个昏君抢走，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了。你心里不恨吗？你没有一丝不甘吗？你明明可以夺回他，你明明可以帮我和小雨夺回属于我们的江山，夺回属于你自己的女人，你为什么不？无论是魏燕的爱，还是魏广的忠诚，你都得不到。 魏燕，我十七岁的时候遇见，从此我的心就停留在了十七岁。为了你，我终身未嫁。 你怎么就不能爱上我？这就是你要尽的最后努力。我以为世间的百姓可以被感化。 那么太后的亲女儿也可以回头，可是我忘了，皇家无情。皇家的人站在天下最高的地方，伸手可摘星辰，又怎会眷恋凡间的动物？不过这一次，我一定会说服皇上，饶了长公主和广定王，全了太后的遗愿，也成全皇上百年之后的名声。 皇家的事，说不清道不明。我还是更喜欢那些在百戏团的日子，与大家秉烛夜谈，与你一起看烟火。凝芝。
可以为你不顾风尘，你本就不是我皇家，奋不顾身为你山水在一程，我余生所走的每一步，将我围困，说永远的我们都是为了能让你得到，拱手让人，可以为你孑然一身，托你背井陪衬，为你编一座孤城，只是留存那些体温和咫尺的缘分，如何余生与你相看在红尘，故作旁人。诸位想必也知道，长公主与广定王败在民心二字，宁贵妃当日振臂高呼，并未证明广定王并非先帝之子，却还能赢得百姓的支持，这是为何？因为广定王对太后不敬，一个不忠不孝之人，失道寡助。如若今日皇上处死长公主与广定王，那便是残杀手足，又会给天下人带来画饼，动摇民心。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谋逆造反就必须要杀头。百姓并不知道什么是国法，什么是家规，他们只知道长公主和广定王是皇上的手足，是太后的子女。希望斩了颜宽能断了长公主和广定王的谋逆之心。不必担心，你就照太后的遗愿辅助皇上，而我会辅助你。有我们在，大梁江山就在。魏国，我们这盘棋还没下完，别高兴得太早，定有再见之时。